而这次台铁新自强号撞上土石流的意外，与2021年的太鲁阁号出轨地点只隔短短100公尺，不过却没有触发告警系统。对此台铁解释，因为这次并非落石直接砸落，然而事发当下列车停靠隧道，游客被迫只能下车徒步脱困，移动时充满危险，不免让人怀疑台铁是不是螺丝又松了。要小心，会滑哦。背着厚重行李，旅客打赤脚踩在满地泥泞，缓缓从隧道内走出来，相当可难。有怪上面，路面整片被大量土石与泥沙覆盖，颠簸难行，旁边护栏也被石块撞歪。台铁229次新自强号列车21号下午碰上土石流，列车出轨，导致整车将近500名旅客只能下车徒步脱困。现在就是往车厢后方的地方移动，到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哈，要有区间块来做接驳。巧合的是，这次事故地点和2021年太鲁阁号出轨地点只距离短短100公尺，周遭早已设置告警系统，却未被触动。上次太鲁阁的那个是在东线，但是这次的不是石头砸下来，这次是旁边的野溪土石流漫溢过来。台铁研判是雨势导致土石流，但根据气象署雨量监测，最接近事发地点的河中监测站，从下午4点到5点之间，日累计雨量仅2.5毫米，4点之前累计雨量更是为零，未达到警戒值，却仍发生土石流。一共有8处的地点我们要加设这个报警。我们另外有一个计划就是把这个明隧道，最近的明隧道，把它延长。台铁公司与气象署合作，铁路全线已有96处即时雨量监控警示，预计6月底前会再增加2处。此外，目前台铁26处的告警系统已经做好，未来还有38处要做，预计2025年中完成，经费约新台币6.1亿元。我们一定检讨过去所带来的不便，检讨过去所发生事情的经验，抱歉。花费巨资究竟有没有确实达到预警监测功能？相关单位恐怕得好好检视。记者报道。